麻辣土豆粉怎么做才好吃呢？麻辣鲜香做法还特别简单，葱蒜爆香下火锅底料，再下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，倒入一大碗水，生抽，水开下丸子，捡来的土豆粉、金针菇，盖盖煮开，放点青菜、鸡精、花椒粉，麻辣过瘾，太好吃了。